你是半命是？你拢比着玄关，你还要走？你是存心买好你好心话哦？我还阁想其他办法救伊。你是通缉犯呢？枪支是无洗目睭的，若是警察开枪拍着你的歌，你就是杀人凶手。放手！哪里这条平安绳？就不是挂在你后生手头，是绑在你的红棍一世人。你是够耍袂啊！我让你冻在我头前，我就不相信你敢开枪。干！哎，杜生，把人放开，赶快回去病院动手术啦！但我为手术房出来了，哪有疼？我们家很乖啊。哦，你也当卖素麻药啊？我跟你讲啊，做囡仔爸爸哦，要有勇气、心甘情愿。若无你走去病院比对，安怎？还阮家己良心哦。快过来！哎！我老鬼啊！那我先动手术，人就伤到你啊！下跪！哦哦，我卖鬼，卖鬼，卖我回来。那我回来哦。站！你买走！哎，周三！铁柱要给我搞倒三根！耶！哎，这是金宝，金宝，我你一颗。哎，叔叔，你看要紧？哎，大姐，你哪会啊？我想带你去看医生啦。不要紧，我不了。不要紧的啦，你那里破伤风啦，哥。破伤风。是的啦，最后还是有杜承恩夺走。啊，杜承恩跟我受伤啊。一定有特别交代，关关进前哦，身体袂用受伤嘛，袂用受到感染，那无就会影响到关关呢。哎呦，你这退款都啊最容易啦，哇，死个人啊，抓着我叫医生卡手较紧的，迄马车甲住落去哦，无伊讲话所在。这种代志奈落不讲生笑啦。我哪咧讲生笑，我咧讲正经的啊。啊你唔正经，我都甲当作正常人咧看待了啦。歹代志做做几大堆，但得做一件好代志，很惊呢。其实我看杜承恩真正有咧就读，只要有机会，家己好好考考，我相信一点，但伊要救囡仔。